可是我觉得你真的要换一个钱包，因为真的太破，你看已经破一个洞，漏财了，真的很破哎、欸，跟麻布袋一样，弄破就要丢。开箱木口钱包，被我找到保险套。Aries Channel。各位天们早安，欢迎收看 Aries Channel， 我是瑞斯。这是一个很临时的企划，因为呢，我看到你们刚刚在订午餐的时候八方云集，然后甜甜跟庄这时候在订的时候说两个人200多块，然后要除以二，然后你就说哈，你刚刚100多怎么那么贵？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一餐100多有很贵吗？有吗？有吗？100多其实也还好吧，我那么奢侈了，你都买那么多淘宝垃圾，然后你在那边跟我计较100多块。我今天就要来突袭你们的钱包，看看你们是不是钱比较少。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看一下里面多少钱。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这个里面有就是一颗真心而已啦。哦呀，不要塞了！你到底多少钱啊？到底有多少？钱包啦。Playboy 的钱包，我看一下你有多少钱。就100块，你不要再做效果啦！我讲真的，为了你塞这么多东西，我还买了高级卫生套塞进去，你又用不到，在那边真是的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为什么用不到这些保险套吗？因为你只有100块。哇，是不是太呛？有点太呛，不好意思。哦，你是台南人呢、欸？啊，你以前好可爱哦、喔。欸，你有汽车驾照，你还一直说你不会开车。你有？你会开吗？我不会开。你银行里面存款多少？10000块。拍这一集好心酸哦。好了，我请你吃八方云集的。在我们的新营最近很红，继续露那个侧乳。那看一下他的那个钱包是 GUCCI 的，1100。哎，他比你有钱呢。哎，你是有在投资美金是不是？没有啦，因为现在美金比较低，也是可以买的，买来放这样子。美金新营的部分，干嘛？你干嘛？那下一个，再看一下还有谁。哦、oh, ，Daisy 好了，他的好高级哦， oh. 哇，他蛮有钱的，1234567899，9500，你八方云集就应该跟他订，没有，我要小房租啊，啊，你以前好可爱哦，驾照，还有考手牌，啊，好屌，好帅哦，手牌的驾照，女车神，以前就那么可爱，你的身份证呢？ Oh. 啊，这很厉害，这、啊欸、有点像那个雷拉女儿哎。去过东京迪士尼，没关系，下次我们一起去。哎、欸，他真的很有钱。没有，不是，是刚好那时候在日本留学。哦对，他以前在留学过这样子，所以他日文很好，多才多艺的孩子。再来是小管，这个吗？不是，那是我们公司的公款。公款才是那种零钱，那我乐捐给你们好了。来，我看一下你的钱包 ，Coach 的，你也蛮多钱的耶。1234420067，4700耶。我本来想说拿多一点钱给陌生场面，结果后前面有个9000块。对啊，你输了耶。因为但我要缴信用卡用的。你还有放幕后的照片，是不是？好心啊！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！你看那小时候，哎、欸，你也有驾照哎、欸。对，但我不会开车。那你们一堆人有驾照都不会开，你也是啊。下一个，哦呀，你不要也塞好不好？没有塞啊，200块。对，发誓他真的只有200块。你真的？哎、欸，他以前很瘦哎、欸。对啊，他以前是万人迷。万人迷？哎、欸，我看不见。他也有驾照哎、欸，你看工作室一堆有驾照，每个人都说不会开，我这个就是一个不想要做事的一个借口。有在买股票的昌宏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有在买股票就是不一样。Porter 的钱包，哎、欸，也是有驾照的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看过你开车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小时候好可爱，你看他小时候的婴儿肥，就是好胖啊，你真的好胖啊。花椒酒，然后那个梦影1234567，700块而已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啊，这个是那个小财神。你是台科大的，哎、欸，那他学历很高哎，好厉害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你跟昌宏一样，以前都胖胖的，你都是入职场以后变瘦。你为什么在看潘朵拉？因为要买礼物啊。我要看一下他有多少钱，2000，大概2900左右，一个猪猪要2400哎，可以买一颗猪猪。哎、欸，小时候好可爱哦、喔，你真的是李鸿章第19代传的。台科你应该最有钱的吧？钱包借我们看一下吧。我没带。我知道有些男生是不用钱包，直接放在口袋里。等下孙生他都拿另一半的。1800，那很少哎、欸。因为我们今天23号嘛，离月底还有5天，所以1500差不多。所以是这样子算，一天只能花500，那这样一餐真的是100没错、欸。难怪你会说超过100不行。然后培生，这个我好像看过哎、欸。
哦，对啊，我们大同大学的时候，以前大学的时候，你不是放学好像都有个变态跟在后面，不是你、啊，对，都是长跟在。可是我觉得你真的要换一个钱包，因为真的太破，你看已经破一个洞，漏财了，真的很破哎、欸。我知道你是那种买东西就不太会丢，你会用到永远的那种人，就跟麻布袋一样，弄破就要丢。来看我们的老板的 GUCCI 的钱包哦，1233353000你现金也没有带很多哎、欸，你真头发超乱，你为什么不弄好头发再去拍证件照？他整个歪一边呢、欸，你要被车撞？哎、欸，一样，你刚刚歪左边，再歪右边，你为什么不把头发弄好啦？你今天找到最多钱的是多少？是9600，里面放那么多钱？对啊，可是我平常也是带很多钱的人。1234567891000000，好多、哦。不是啊，因为如果身上没放钱，会有安全感。你知道为什么要拍这个吗？因为他们那一天在那个说什么吃八方云集要100多块，很贵这件事情，你会觉得很贵吗？你问我当然觉得还好啊，但是因为不同收入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带他们去吃火锅，全幕后，这样他们就可以省一餐的钱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爱街坊。你确定？因为我懒得走在路上街坊路人，街坊工作室的我就不用去那么多地方跑来跑去。对。希望今天影片如果喜欢，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各个平台，要追踪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！大家一定要穿自己的拖鞋，千万不要穿到培根的拖鞋。你知道我穿到他的拖鞋，我长一个病毒疣，哎，吓死我！我知道那个。你看，还要冷冻治疗好几次。我就去那个黄针线皮肤科，真的假的？痛到爆，超痛的。不知道什么炎症，我觉得应该也是我穿到培根。就是穿，我穿到两次。因为我那时候没拖鞋穿，我穿上他的拖鞋，然后就长了。大家一定要记得穿自己的拖鞋，千万不要穿他的拖鞋。是会传染的哟。是会传染，你摸过以后不要摸脸，要不然脸也会长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人洗手人都是有抗体的嘛，你长过一次就不会再长。那我可以帮你们增强身体吗？好、哦，可以。可是我不穿他的，可是他会穿我的。哦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传染给别人。我在增强我们同事的抵抗力，有没有？Aries Channel.